我是阿强，我们是号角响起。欢迎万万人迷号角响起。后面一点，好好好，刚刚还好吗？这样子，好，跳了，很好，跳了一整首歌下来。那个场景，我在写歌的时候。我就有想到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写这首歌就是为了此时此刻，就是这么提花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到这紧要关头的时候呢，大家一起喊出万万人迷，真的很过瘾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前面摄影大哥哦，他们平常工作很严肃的，对，听到现场所有人喊万万人迷的时候，他们笑的，真的、哦，真的，原来你们也蛮有人性的。刚刚他们其实也很想喊啊，事实上，好，不过呢，真的非常开心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马上呢，已经推出了这张最新的EP，就是万万人迷，你们当然是大家心目中的万万人迷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其实这首歌《万万人迷》是要告诉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听这首歌的朋友，你们只要有信心、有自信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万万人迷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用麦克风。现场媒体没有捕捉到我们所有的粉丝的热情哦，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要再更大声，然后他们喊万万人迷，给他们拍一下。好好，那但是要上电视，好不好？镜头翻过来，镜头翻过来了，对，换你们了哈。等一下换你们的时候，雨伞瞬间收起来的时候，瞬间是不是？现在是不是没有？其实没有什么雨了啊，对不对？先收起来，先收起来一下，先收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先收起来，就这一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要把手或者专辑啊，给他努力的举高高。准备喽，后面的朋友站着哈，大家没事也加油，台的，万万人迷啊！谢谢啊，准备喽，准备。Attention, please, are you ready now? One, two, three,你指的是因为他很帅，还是很自己觉得很帅？自搞自己，真的，自认为就对了。你一定要在这边示范一下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本来是这样，本来那一句不是他们喊，是我喊。对对对，来，前面站站好，来来，前面酝酿一下，来，好好。Are you ready?他后面还会拖尾，哇，万人迷耶，就是那个。对，就我就刚刚就讲了，你们只要就是有信心，你们都是万万人迷，真的真的，是是是。其实我知道呢，阿翔你们已经成军，阿翔跟那个浩景成军了11年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是11月1号，对你们来说，哎，11这个数字这么巧，很熟悉，很有感触，很有 feel， 对不对？11年前的此时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可以吗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帮你拿好。而且我飞上去的时候我会看你们哦，你要给我拍一点啊。而且他会边飞边喊万万人迷哦，很厉害。可以啦，要啦。哎，高一点哦，哎，11年哦，你要摸到天花板吗？确定吗？11年哦，啊，你不要飞到后面哦。哎，哎，呀！我跟你讲，这次我们今天是来到了竞技，大家竞技签唱会的现场啊。这个是绝响，因为待会阿翔会下来直接到这一个健康步道上面。好，再一次吗 ？OK， 好，来。要比刚刚更高，好不好？来，嗨！我刚刚看已经很难的，但是我听说大绝招啊，还不是这一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有个大绝招？想不想现场看？刚刚说午餐不要吃太饱了。我说真的，我们当初在鼓得很快的，现在速度稍微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回去自己播放快歌可以吗？好累哦，这一场签唱会真累，可以吗？麻烦大家跟我一起喊无敌无敌无敌风火轮好吗？啊！无敌！无敌风火轮！啊啊啊！
次。啊，没有，哎，倒什么袋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啦，好可怜。主持人，我没 Q， 我们就互相配对。我的衬衫跑出来。整理一下好了，好，弄完我滚完头，衬衫都拿出来，你帮我推一下，我帮你，你跟我们的粉丝讲几句吧。不好意思，好，没有啦，因为为什么当初为什么选择《万万人迷》这首歌？因为那样，我只能说你们真的很疯狂，这场签唱会好辛苦哦。而且有时候手一搭到就要翻了，像这样有没有？我觉得怎么啊？后退一点啊！对了，我们太嗨了，一直往前。后面够了吧？好，可以了啦，后面很多了吧 ？OK 吧？今天好多绝招，大绝招。今天要答谢啊，这么多我们粉丝啊，冒真的来这样，是，而且大家辛苦了，真的。很多粉丝朋友每一场都到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。今天尤其是。好难哦！我选那个女生，那个绑荧光色还有蓝色的上女生的女生。好，可以上来了，可以。好，再一个。刚刚被选到了，可以赶快上来。我们来选一个很支持你们，他有做加油牌的。哦，好。